社会的焦点再来关心呢，台北县中和三天前发生了一家五口烧炭寻短造成两死的这个惨剧哦。社区的住户说呢，当天上午洒水器的系统曾经因为他们家有烧炭，结果触动运作了，但是呢警报器却没有响起来。当时保全住在社区的总干事呢，曾经去他们家敲敲门，结果没有人来应门，他想说是消防设备故障了，结果呢把警示器给关掉了，被住户质疑说呢没有尽完成后续通报。上午总干事请假，由保全的同仁来代班。是临时今天被找出去的吗？还是他本来就有事？那我就不知道，那是公司叫我，公司叫我过来。面对媒体追问，保全公司员工三缄其口，只强调陈姓总干事休假不在，对其他问题都不愿多说。那你有听说公司讲到说有关于这个你们那天总干事处理事情？这个事情可能他们等一下会来，不一定的，因为我只是在紧急关头先把我弄过来，然后后续他们自己会处理，我就不知道了。29号晚间发生在中和的林家五口烧炭寻短惨剧，遭社区住户投诉。当天楼下住户早就发现有漏水情形，质疑总干事根本就没有尽责完成后续通报，才会酿成两死悲剧。住户跟他讲说漏水啊，这电梯漏水，然后还都没去查证说为什么漏水啊，那为什么警报器会没响啊？根据住户表示，29号上午11点，12楼住户发现13楼有漏水情形。当时社区洒水系统有马上发出警示灯，并且运作，但是警报器却没有响起。10分钟后，总干事到异常的13楼住户查看，但是因为敲门没有人回应，就直接将洒水系统关闭。一直到了下午2点，住户再度通知总干事漏水情况严重，总干事将电梯来进行关闭，并且打电话联络邻家亲友，但是却无法联系上，所以没有继续进行处理。直到下午5点，邻家阿嬷返家后，发现一家五口烧炭寻短，质疑总干事严重，认为疏失。现在基本上这个总干事已经两种说法了。事发的时候，他跟住户讲说，我听到声音，我关掉了，我去关，他都听到声，他就关掉了。可是昨礼拜天的时候，他竟然说我没有听到警报器响。住户通明总干事未尽完成后续通报，才会酿死两死悲剧。而下午警方也将约谈总干事厘清责任。中央新闻连线上凡轩台北采访报道。